Hello，现在看到阿星发布的东西了，觉得哦，好想玩哦。放心，不会只有一次。我声音真的太小声吗？我麦克风已经开超大声呢。大声到每次 Skype 人家就要耳朵都要瞎了，不是瞎了，都要聋了。好，我没有办法再大声啦。那 Studio 就是这样啊，他没有，他也麦克风增幅真的也不给我调了。游戏是可以啦，但声音的话就不行了，我的声音就不行了。游戏的话，我就把它拉到。音量的话，我没办法改善。这不懂为什么实况的声音会这么小声。没有关系啊，我的声音会大，是因为，这样说好了，之前我的声音会大，是因为，我的麦克风，应该不是说我的麦克风，OBS Classic 这个实况软体，它有麦克风增幅的，就是功能，然后我之前调到5。所以你们就会听到背景音有嘶嘶声的声音，我只要一讲话就会有那种声音。可是呢，如果我不调增幅，就是我不调增幅的话，你们就会觉得我声音很小声。然后现在换了 Studio 版本，就是我现在用 Studio， 它就变成说它也没有麦克风增幅的功能。它并没有这个功能，然后就会变成说好像就非常小声，但是其实我的麦克风跟之前比已经拉到非常大声了。好，那我现在调到我麦克风调到100，看你们听不听得到。如果我这样子呢？如果我把麦克风声音调到100呢？Hello，这样我比较大声吗？我已经调到100，我从69调到100，要不然我就只能吃麦克风啦。我就不知道到底为什么啊！我知道啊，我知道那主线任务啊。
点是现在麦克风，你们到底觉得如何啊？现在不是游戏的问题啊，现在是我麦克风的问题啊。我不是没玩过人中之龙。哦，那天好像遇到酒神吧。好像酒神吧，先去找酒神好了。Hello。麦克风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改善，真的没有办法。老子是不是要去哪里、欸？把你拦住了，不好意思哎、欸。这有什么事吗？有啊，小子，你有在锻炼吗？还算是有吧。Good， 那我有事情要拜托小子你，因为怎么说我。电脑喇叭只有调30啊，然后我听我自己的实况是有点小声没错，可是我只要把它拉大就还蛮正常的。重点是因为如果现在我的背景音太大的话，你们根本就听不到我讲话。怎么突然这样说，一点都不像你、欸。其实呢，有个很厉害的讨债人正在找我，你到底欠多少债啊？没有什么其实不其实的吧，你一开始就是这样的不是吗？不是不是，跟那种高利贷的完全不能比啊。那是海外也很有名的讨债高手，那个人终于到日本来找我啦。喂喂喂，你是欠了一屁股债没办法才逃到日本来的吗？ Yes， 这次可能真的不妙啦，他肯定会要了我的命才回去。现在就算乖乖还钱也没用了对吧？酒神，你打算怎么做？就是呢，我要小子你当我的保镖咯。就知道这大概不值得吹嘘，不过我都自身难保了，光保护自己就很拼了。 No， 拜托别这样说啦，虽然我付不出酬劳，可是要是你愿意保护我，我就会教你我的压箱宝招式哦。压箱宝招式 Yes Yes， 这对小子你要保护自己一定也有用处啦。你就是酒神吗？小子，好像马上就有人来了耶！你说的那个讨债高手吗？我来要你的命了，这是工作，不要怨我。哪里？这哪里是讨债，根本就是杀手嘛 ！No no， 我还不想死啊，小子，拜托你！真是的，哪里没办法？不管的话，又像是我杀了你一样，你离我远一点。Thanks， 小子，你是要保护他，跟我打吗？算是吧，如果让这大叔被杀，我也会做噩梦。原来如此，好吧，虽然杀了你，我拿不到酬劳，就之后再来看看能不能向委托人请款吧。小子，你要小心啊，这男的有危险的味道。不用你说，我也知道。动手吧。謎のヒトマン。我干！一言不合就开枪，哦，怎么死了？我不要你的命，但是你回去见委托人之后，要叫他忘了酒神的事。哼，要找这个人的，你以为只有我吗？什么？马上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杀手来了，就洗好脖子等着吧。然后就走了，太快了吧？就这样走了。啊！小子，抱歉啊。何必道歉？我老是要小子你注意刀子跟枪，
可是我确认，小子，你遭遇到危险啊！你不用在意这种事，倒是你刚刚说的那件事，我可要拜托你。Oh. What？ 就是你要教我新招式的事啊！就拜托你尽早教了，在下个杀手来到之前。瞎子，你真的要帮我吗？没有什么要不要的，我刚刚也说了，我自身难保，最好是有可以让我活命的能力。是哦。哦，不好意思，来吧。如果我调麦克风完全没有用处的话，诶，那我就要把它调回来了。奇怪，诶，麦克风怎么可能没有效啊？这不太懂。真的是搞不懂啊。不好意思。乔治，你做好学我招式的觉悟了吗？是。我还没补血。我可以教小子你的是这些招式。有破防的必杀技吗？OK， 防着滴水不漏的对手会很棘手。有时候用这种方式争取时间，走判定积分的方式也是一种解决方式。不过，这跟真正的冠军可差得远了、啊。遇到这种对手，就要有龙爪手之类撂倒对手的气魄才行。气魄，虽然打架跟体育是完全不同的情况，不过你说的我懂。对这种防守很密的对手，就要用这招，我取做睡面熊爪，学会抓脸一倒的精髓。原来如此，抓住手臂或腿就会被甩开，但是抓脸就不会那么容易被甩开了。不管对手防御多弱，直接摔就对了。Yes， 这样讲就能理解，真不愧是小子呢。你就是酒神吗？又来了，又有杀手来了吗？不过这次的对手还真是大块头呢。听说有个身手不错的贴身保镖啊，所以就找我来了。你长得好鸟、啊。What？ 怎么会是 you 呢？杀手这种工作总是带着会被反过来解决掉的危险，原本要去杀人的却反而被杀掉，这是常在二流杀手身上常看到的事。Yes。 为什么要用两个常呢？常在二流杀手常看到的事，是龙颜醉字吧？这个 ，Yes。虽然之前杀手全都是这样，虽然这小子没有动过杀手就是了。不过我可不担心这种事，因为我是铁臂杀手。正由于不会死，所以才能确实干掉对手啦。小子，这是机会啊！我知道，刚才学到的招式就拿来对付他是吧？你们两个在碎碎念什么东西啊？我可没空等你们乖乖就范哦，我动手啦！又是。头断啦！干这样还不死？哈喽！以流氓风格来击退对手啊！大哥，我也干，不好意思啊，看来我得吃个补品了。哎呦！
感，同声还晕晕晕个小、哦。哎干！操你妈的！哎啊，地上的东西不捡哦，干，捡啊，捡啊，地上的东西。看，哎，为什么我拿东西砸他还可以霸体啊？太扯了吧！铁壁居然被破了，反过来解决掉就是二流杀手是吧？既然知道自己有机两中了，就不要再来了。我知道了。干，那蛮没用的啊，完全用不到、啊。小子，你又变强了呢。这都是幸亏有你，谢谢了。我都靠自己打了，不好意思，完全没用到那一招。妈的！还可以学吗？嗨，小子，你做好学我教室的觉悟了吗？等一下，好吧，先去补血、欸。其实我血很多哎、欸，好吧，我刚刚已经吃补了。好多女生同时叫了一下。现在才400万啊，不够啊！重点是钱啊，没钱啊！没钱！富士荞麦面是你的，是我的，富士荞麦。干！我觉得你这个是在学人家、哦，是不是？说啊！我讲里面哪里工伤啊？我明明就是讲富士荞麦，来，让你久等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我觉得应该是找
那个小混混来一下吧。算了，安安。Hey, bye. Hey, bye. 打架重要的是 ？Yes. OK. 打架最重要的就是干净了，这就是故中精义。这精义还真是单纯，的确也没错，就是。因为 Amazon Prime Video 送的免费订阅，哦对啊，你要付款后你才能用那个，就是你要等订阅结，不是订阅结束，免费结束你才能订阅啊。他送的七天怎么可能给你订啊？那不是亏死？对，打到了，最后看的就是豆子，所以我接下来要教的就是这样的招式，我取作熊熊斗志。学会蓄力坚毅反击，原来如此。运用被打时的声势，加倍奉还就对了。Yes. Yes， 我想小子你一定可以立刻上手的。你就是酒神队吧？哎、hey. ，哎呀，来了一个日本的混混耶！嗯，你该不会是杀手吧？你看起来只像在附近的不良少年。什么是我？不知道，不过有个陌生人给我了一笔非常多的钱当做定金，我是为了拿剩下的钱来办事情。哦，原来是打零工的街头斗士啊，那一定不会丢钱吧？乌鲁塞，别看我这样，我打架可是从来没有输过哦，我会两三下干掉你的，觉悟吧。你对自己的毅力有信心吗，小子？这说不定是个好机会哦。也是。也就马上试一下刚才的招式吧。怎样？从这老兄开始就对了吧？那我就用拳头把你打成猪头吧。好，你就试试看啊。嘿呀！打倒早上酒神杀手，哦哟，把我打倒了，哎，我干，他比我高哎、欸。我一直防啊，超麻烦的。哎干！你去哪？童生，干！这家伙是我竟然会打输人，好了，是这小子赢了。喂，是给你钱的人是什么人？因为很暗，我看得不是很清楚。不过说话并不流利，应该是外国人。也不是我啊，我知道是在找你的家伙吧。喂，可不要再动什么鬼主意哦。
我知道了，有点，我会 GG 哦，还有补品。哦，我一直想要那个啊，可是问题是，他又没有一直防我，就没有办法。他又不是从头防到尾，我就没有办法用那招啊，超烂的，更没有用啊。嗯，听说还有很多很多危险的挑战人会来呢。不过如果都是那种有小子你在就简单啦、啊，也只能希望都是那种了吧。我要去吃饭了。微笑汉堡包。哎，我又来了。いらっしゃいませ。用餐，微笑零元是啥笑？干，是叫人家笑一下，然后零元吗？微笑 nice。拳王那些就有可能，可是问题是那种的话，你就要用那个精力才有办法，因为他防御你打他根本就不会有精气。不过是竞技场的话，我记得是不能带补品。算了，这是什么？看一下那金蛋号。哎，我记得是勇者斗斗三小的。哎，勇者斗二图吗？我记得，还是勇者斗暴图？为什么那么多人聚在这里？发生什么事吗？大哥哥也想要吗？对不起，我好像最后一个了。你在说什么？咦，大哥哥，你不是来买勇斗的吗？勇斗，叫做勇斗的游戏啊。勇者斗暴图，原来是勇者斗暴图。先看说明书，这是很热门游戏《勇斗》系列的续作、嗯。我完全没听过。不过这些家伙是为了买那个叫《勇斗》的游戏才在这里排队的吗？现在世界还真厉害呢、啊。因为那是在日本最受欢迎的游戏。虽然我跟爸爸去好多游戏店找过，但每个地方都卖完了，所以没有买到。但是我朋友告诉我，这间店有新进的《勇斗》。我就握着零用钱，赶快从家里跑来这里。然后刚刚好拿到最后一张号码牌，我好高兴哦！希望可以赶快玩。现在这个时代，你要买个玩具也这么辛苦啊，乔治，不好意思打扰你了，谢谢你告诉我。再见，大哥哥。勇者斗暴图，没错，就是勇者斗暴图。跳板怪，要是被部长知道，会被杀掉。不能插队哦，遵守规则，去最后面排队吧。幸好我一大早就来排队，我要第一个买到。本当にいいの？嬉しい。你在讲话？你在卖什么啊？不是哦。这里面传出来的吗？啊，这里是银寿司嘛？我知道，我常来这里吃饭。我在急的时候常来这里吃饭。啊，ちょっとそこの、ちょっとそこのだ。狐群狗党，我就知道。他那哦。タナカ！噔噔噔噔噔噔！化け物が！老贤姐，没有贤姐，只有陈姐。等，我去解毒线好了。
去年玩摸摸摸什么摸哦来了来了来了打打打お前お前黙って金出せやんのかホンダー哎呦我被踹起来哪干喔干打错人了啦穷哦！調子乗ってました。私はクズです。我觉得那个哦，不好意思，走错路了。觉得那些狐群狗党超没钱的。哎、欸，找到了。佐藤遥希，好。小姐，要不要一起玩啊？给、欸、我们下马威。哪里呀、啊？耶、yeah! ！请你不要再缠着我了。谁呀、啊？在哪里呀、啊？我完全找不到那伙人。算了，不想理他了。小姐，你就加油吧。找不到。什么地方啊？看起来好高级哦。嗯。怎样啦？来啊！哇！当球踢棒。斯卡摩托，哇，66万，赞！すみません、本当にすみません。よかったじゃん。干嘛啦？很多人呢。ちょっと寄付してもらおうか。後悔する。三好。三好交易交易好，细贺，叫三好实在是，干，お前強すぎだろ，強すぎだろ。冠军街，丽华不动产人似乎在这里出没，稍微逛逛看好了。雅天子，嗯，哪里？这啊，香叶丽香，好黑哦！敢109系列哦，哇，原来有这么多 AV 女优，我不知道哎、欸，太多了吧？干嘛？哎，そこのあんた、何しに来た？この辺で筋もんに飲ませる店はないよ。我是平民老百姓。立花不動産の人間がここに出入りしているって聞いてきたんだが、今もいるか。あんた、また登場会の若い衆か。いや、そうじゃない。あんたらの店を地上げしに来たわけでもない。よく言うな。だったら立花不動産に何の用だ。あの連中のことを知りたいだけだ。あんたらに迷惑はかけない。干嘛？哇！你们真的是……
あまり歓迎されてないようだな。俺らはもうヤクザにうんざりなんだよ。お前らはここらの店をゴミとしか思ってないんだ。蠢蛋。俺らにはもうこの場所しかないんだからよ。干我屁事啊！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俺ら殺すしかねえぞ。一群智障。俺は立花不動産の話を聞きに来ただけだ。ふざけんな！ふざけんな！聞く耳持ったことなんかねえだろ！到底干我屁事哦！把你们打醒！卖他！好烂！天，叫你们听话不听话，在那边装死。那这家伙是什么鬼啊？少しは話を聞く気になってくれたが、あんたらに怪我させるつもりはない。我原本不想用这招的。俺は立花不動産の人間がここで何をしているか知りたいだけだ。あの人たちを売る気はない。ここの住人なら誰だってそうだ。はあ？ん？連中もここで地上げしてるんじゃないのか。違う。違う。あの人たちは。TWF38040、谢谢追随。あの人たちのおかげで今日のチャンピオン街がある。なんだと。你说什么？そうでしょう、小田さん。小田さん。どうも。どうも。誰かと思えばスナックナマセのお兄さんか。あんた、カタギの人間とか言ってなかったか？なかなか信じてもらえねえが、今はカタギだ。前は堂島組にいたかな。堂島組かよ。登場会の中でもよりによって。俺は組を破門された身だ。もう関係ねえ。もう関係ない。その元ヤクザがなんで俺らのこと嗅ぎ回ってる。あんたらの社長から手を組まねえかと誘われたもんでな。ああ？あんた名前は？キリュウだ。キリュウ勝つ。そんな話聞いてねえぞ。待ってろ、社長と話してみる。后面那个好别气哦。手机好大只哦，还有天线。看，好久没看到那种东西了。わかりました。じゃあそのように。那其实，それじゃ。加机那分离式的吧。社長は何つってた？うちのことを深く知りたいなら、昨夜社長と会った部屋に来いと。黑金刚应该还要再黑一点吧。直接会うそうだ。黑金刚长那样吗？应该要很黑啊。わかった。而且他没有白白的部分吧？ここには来んなよ。ここの人たちは就是当砖块丢出去那样。そういや、あんたらがヤクザからチャンピオン街守ってるってのは本当か？ま、一応ね。社長の方針があるからさ。方針？方針？この辺の土地は神室町が戦争で焼ける前からいるような人たちのもんだし、うちの社長が言うには。ここらは神室町の根っこだ。俺たちみてえな新参者に好き勝手する資格はないってさ。さっきのビルの時とは随分態度が違うんだな。白亜ビル？あそこの連中は所詮流れ者の寄せ集めだ。あんたもスナックナマセの店長見たろ。さも肩着の被害者ですって面してたがよ。あいつらだってよそから流れてきたとき、元いた住人を追い出してんだからな。因果応報ってやつだよ。ま、俺は社長のポリシーに従ってるだけでね。偉そうに言うつもりはないけど。それでもあんたらには、あんたらなりのルールがあるってわけだ。俺は小田ってもんだ。立花社長とは古くても。大抵の現場は俺が仕切ってる。で、あんた結局どうするんだ？うちの社長に会いに行くのか？我要见仇爹。ああ。
会ってもう一度話を聞かせてもらう。どうやら立花不動産ってのは思っていた以上に腹の底が見えねえ会社なんでな。讲一讲，然后他们人就不见了，剩我一个。快让开！小姐，长得正吗？我俩とゆっくり楽しもうぜ。なあ。怪小姐，你长得好丑、哦。可是我看这些人不爽，还是打一下好了。你们傻了吗？这小姐长这样，你们还要纠缠？关口。我为什么每次倒都会长这样？超好笑的。以后不敢了，对不起。女生怎么在送我豹纹大衣啊？莫名其妙哎、欸！打戏啊，接。我真觉得那些人都瞎嘞、欸！哇，复制人。哦哦。那个人是。我想要去看那个啦，我昨天忘记了，我本来说棺材前要去看一下那个性感录影带。你是哟，哪开了？怎么又哪开了？哦，不对，二宫、哦，他们怎么斗一斗就倒了？哎、欸，大上兄弟比较有钱哎、欸。盘银盘，我记得是那个吧。哦可以拿来赌赌钱的。哦，干嘛啦？你们很多事哎、欸。格好つけてんじゃね。後悔するね。ミヤザワ。哎，干。希望你可以接到排场，又是你啊！嗯，这实在非常安全的。除此之外，好像也没什么危险物品。发起，我要来看。哦，在这。通野未凡，又是你 ，Type B。在前陀螺可以欣赏性感美女的写真录影带，找到性感美女并满足各项条件，前陀螺就会引进写真录影带，请光明前陀螺找出性感美女吧。所以，什么？我不行。不行，看，觉得难过。哦 ，S M S Kono E， 卡拉 OK 小吃店最佳女主角。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いらっしゃいませ。吃个好了。喝个乌龙茶、欸。啊！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哎呀，来玩个
唱歌。よし。他唱喽。有的是支线，有的喝酒地方。哦，是哦。该唱什么呢？萨娜的美人鱼公主 ，Heartbreak Mer 哦 ，Mermaid 哦，原来是你唱哦，不是童声唱哦，为什么？我想要让童声唱这首歌啊。Go go go！ 我原来我现在是。突然变很快，嘿嘿，干干，莫西莫西三小，好难按哦。愛してる。イケイケだぜ。あなたなしじゃ。じゃんじゃん。チャチャラチャラ。靠腰三小。チャチャラチャラ。寂しい。じゃんじゃん。チャチャラチャラ。じゃんじゃん。チャチャラチャラ。我、哦、是长按，不好意思。看，好难按哦。被宰一昏。看，怎么那么难按啊？ありがとう。哎。录影带到货，赞！反正我要再唱，妈的，好难啊！他这个好难按哦，初音都比这个简单。大叔爷唱歌不要一直吵。Hello。唱完这些可以解锁吗？解锁其他歌曲。哎哎哎！耶！他那个在最前面的很难按耶、欸。ふわふわふわ。Hu。Sexy 是大小，但是拖好快啊！この夏歌う姿がセクシーだぜ。セクシーだぜ。彼此不知道真名，真的。看到好智障哦，好难按哦。八十五分。
收场，我要把它全部攻略。Sayonara wa. Baka mi dai。要是在旁边干扰人家最大障碍，不是了。I sing for you. I sing for you 吗？バカみたい子供なのね。夢を追って傷ついて。嘘が下手なくせに。笑えない笑顔を見せた。 I love you もろくに言わない。口下手でほんまに不器用なのに、なのにどうしてさよならは言えた。ダメだね、ダメよ、ダメなのよ。あんたが好きで好きすぎて、どれだけ強いお酒でも歪めない思い出がバカみたい。干，没按到啊！操你妈的！ひまわり。神龙之龙鳞没有由美吗？告仔一婚，卡拉 OK 之王。唱，再唱一首，最后一首了。没有，因为打拍子它那个节奏比较不一样。又是打拍子啦。染めるぜ、ルージュオブラブ。Everybody say, Rouge of Love.
ラララララララ、ルージュオブラブ。靠腰，好智障哦。来了，卡拉 OK 之王。哎，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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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住了，拜拜。没了没了，好笑、哦，可以跟妹妹讲话、啊。いらっしゃいませ。一样。吃过了，玩玩爽了，该走了。拜完。嗯，我是不是？所以我可以去看录影带了，我要去看录影带。刚唱完卡拉 OK 有点累，不好意思。醉汉。我不是耶，不好意思，我以为是醉汉。啊，又是你。看了，いらっしゃいませ。欢迎来到千陀螺，使用也是需800元，可以吗？哇，比卡拉 OK 还要便宜耶！阿布奶美酒，好像只有他哎。这有多少 AV 女优啊？那个美波是不是看起来不错啊？卫生纸，干照片啊，我觉得好像照片哦，好智障哦，看，好不习惯。不好意思，你不是我菜。你们在我这里看不到的 就看这里好了，该去买人中之龙鳞了吧，是不是该看一下了？那不是偏偏又不会做什么，这只是你知道，但我是男人，我看这个我一定靠不出来，又没有什么，那给我卫生纸干嘛，擤鼻涕End。 啊，请留意家人有没有在旁边。太白痴了吧，这个奖杯太白痴了。看我不行啊！哎、欸，怎么又你啊？你为什么会当警官、啊？怎么突然问这个？本官成为警官的理由？不，我只是觉得你好像总是在这个地方盘查。我在想，难不成你是因为想盘查别人，所以才成为警官的？没错，就是偷看，最喜欢偷看。他的同事也是很不挑，真的。那个时代大家都很淳朴，好吧？Hello， 这个吗？什么？你有什么难以启齿的原因吗？我看你就是偷窥狂吧，启齿。虽然这样说很不好意思，但本官除了盘查之外，做不了别的工作。嗯，怎么回事？本官成为警官的时候，有个直属的前辈，无论是什么工作，前辈都能轻松解决，受到大家仰慕。他也很照顾本官，简直就像电视上的警官一样帅气，本官非常崇拜他。